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, yeah, yeah, yeah. I work hard every day, yeah, yeah, yeah. 广告继续浏览后续医院设法查明他曾经接触过哪些人，建立接触病例。所罗门还表示，我们并不掌握有关他此前病史，信息不够充足。他还表示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，在重症抢救。所罗门不愿意透露病患被送往哪家医院。巴黎被指定接收新冠状病毒患者的两家医院分别是比沙 LH Pito Bichat 和皮提耶萨尔佩特。比尔医院 Piti Saltri法广将及时跟踪其他更多详情。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免费下载。